养猫如果不犯贱，那将毫无意义。在图图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逗它转圈圈，想看它转得头晕、走路歪七扭八的样子。可惜它底盘实在太稳了，玩了快两年，我一次都没得逞过。甚至图图还爱上了转圈圈，没人带它玩的时候，它就自己转。就在我以为我的计划永远不会得逞的时候，家里又来了个傻兮兮的饭桶。不肯转圈了，被我拐回来的时候都没这么谨慎过。还是干饭吧。